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5.2 卡池大反转，风胡桃技能曝光，纳塔版本大 C 清定，新翅膀来了。 5.1 人权卡辅助必抽，幻命自变，雷系起飞。 5.2-5.3 胡桃售后来了，元神纳塔 5.1 卡池终于要来了，新五星角色希诺宁也即将 up，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希诺宁的强度及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1 卡池新五星希诺宁了。就目前希诺宁的技能机制来看，灵命的希诺宁强度不错，可以说是最强辅助人权卡，正常打深渊什么的也是完全够用。幻命的话可以说是自变，相对于灵命的话，对水、火、冰主 C 都是数值提升，对炎系数值提升非常高，雷系角色完全就是自变，多位雷系角色也能喝汤，如克勤、克洛琳德、塞诺、八重、雷神等，可以说是5月1日必抽的人权卡角色了。而说起后续的 5.2-5.3 卡池登场的新五星角色，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目前已知的是恰斯卡、火神马威卡、茜特拉利这三位，其中 5.2 卡池即将登场的风系城女主 C 恰斯卡，据说拥有染色机制，且大世界能力类似于伞兵加闲云的结合体，主打重击，强度的话应该不会低，专武的话则是741攻击和22爆伤，效果是加攻击、重击命中、普攻重击增伤，夜魂状态下会再提升一半，且夜魂状态下重击回能，这算是风雷神要来了。至于 5.3 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火神马威卡、冰系法器少女茜特拉利，火神不用多说，强度泛用性肯定极高，纳塔版本钦定人权卡之一。女冰法的话定位据说是后台冰盾，类似于大莱伊拉，对于火系角色有提升，也就是说仆人、胡桃应该后续都能喝汤，不过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元神纳塔 5.1 版本将至，除了新五星角色希诺宁即将 up 外，小草神纳西达、千枝、胡桃也即将复刻，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5月2日及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5.2 卡池登场的安排了，有关于 5.2 卡池的新角色，目前说法较多的是风系城女恰斯卡和雷西弓箭辅助角色欧洛伦登场，其中恰斯卡除了可以像伞兵那样飞天外，据说还是染色输出机制，依靠重击来打输出，也就是打蓄力弓，这是风胡桃要来了，加上恰斯卡的剧情塑造等，极有可能是纳塔的大 C。 而说起5月2日卡池角色复刻的安排，目前说法最多的版本是之前提到的流浪者、仆人、温迪这三位，其中温迪并没有确定，也就是说随时都有更改的可能性，毕竟钟离、莱欧斯利、申赫也已经长期没有复刻，插队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，尤其是钟离，本该 5.0 版本复刻的角色，却一直到 5.1 卡池都没有复刻，着实让很多玩家等了好久。不仅如此，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在后续的 5.2 版本中，纳塔也会有新增的翅膀，简单来说就是5月2日会新增一个与戴因斯雷布、坎瑞亚相关的风之翼，新翅膀整体是火红色为主，倒是和纳塔的主题挺契合，不过看这样子更像是 Xbox 专属翅膀， 5.2 直接给个翅膀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，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